我们往前面一点，让同学看清楚一点点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孙盛熙，我们跟现场同学 say hello。嗨。你的光很强啊、哦！其实我们这边都还有同学，后面的同学。哦。正后面的同学，大家挥挥手哦。哦，有看到、哦。今天现场的。我们这一位新人叫做孙盛熙，对，来自他口音，大家会觉得说，哎，怎么好像是有点怪怪的哦？他是韩国人来着吗？韩国华侨。韩国华侨，掌声鼓励鼓励。所以现场有韩国华侨生吗？有吗？有韩国侨生吗？因为刚才有同学跟我讲说，有吗？真的有韩国侨生吗？没有关系，今天现场呢，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同学们，现在都哇人潮越来越多了。孙盛熙今天来到屏东教育大学，我们看到这么多的同学们哦，这个是第二次来，你第二次来了，第二次来到现场，感觉怎么样呢？感觉，哦，我已经怎么有跑校园已经有一段时间了，有一段时间了，长大了，来到屏东应该是觉得说非常的热情哦，有很多同学们其实都对我们的歌手是非常非常非常爱戴的。那今天在现场节目当中呢，我们也希望同学能够热情给我们的歌手掌声鼓励一下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。然后问一下，因为孙盛熙其实是星光大道脱颖而出的歌手哦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你好像是第二届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第二届跟现在已经很有一段时间的耶。对呀、啊，你要努力加油。怎么办？怎么这样讲自己嘞？对对啊，接着下来有些什么样子的工作计划呢？在开始准备什么专辑？对，准备新专辑。对，是什么样的感觉呢？因为你西洋歌曲也 OK。中文歌曲也可以。我想要试试看很多种，就是可能 rock， 有一点 folk rock，、哦、或是就很多种，都想要尝试看。对，新人都会希望能够多加的尝试哦。我还不知道我的风格在哪里，要找到自己的位置，对不对？要找到自己的位置就对了哦。所以大家也可以在他的粉丝团当中呢，可以去帮他加油打气一下。提到粉丝团，那不然我们现在也跟大家合照一下好不好？好好好。好，我们请工作人员帮我们拍一下，现场同学来再来。我们来跟大家拍个大合照，哪边？从哪边先开始呢？好，小心哦。那我孙盛熙，这名字大家要记得哦。好 ，OK， 我们拍三张。那我这样子的话，这样各个角度这样子哦。从这边先来好了。好，这边。好，这边先来，好好 ，OK。好，手举高。我喊一二三，大家说耶，好，来一二三，耶！好，谢谢。中间，谢谢。中间，嗨。中间，好，来一二三，耶！好，再来，换我这边，对这个位置。到这边。手举高，一，哇，棉花糖都来了嘛！一二三，耶！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大家可以在网络当中搜寻你就对了，對，你的粉丝团就是这个名字吗？还是有其他的名字？孙，然后盛大的盛，希望的希，孙盛熙。好，大家可以在 Facebook 粉丝团的搜寻，然后上面按个赞，然后你可以标记一下你自己哦。接着下来要唱的是哪一首歌曲呢？刚唱西洋歌曲，那紧接着呢？接着是中文歌。中文歌曲了。中文歌曲了，是哪一首歌曲呢？是林宥嘉的《想自由》。林宥嘉的歌曲，掌声鼓励鼓励，谢谢。谢谢。